7:45，然后因为我比较早起，我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下爸爸带嫩婴呢，就是嫩婴在哭，爸爸就是用最 minimum 的 effort 在安抚他，然后不哭，他应该就是睡回去了。可怜的妞妞就这样被留在床上跟他的奶嘴。小朋友起床吃饭了，爸爸都没有要起床喂你，只会给你塞奶嘴。哎呀，这位父亲这位父亲笑死哎呦要死，欢不不欢不不。洗屁屁洗屁屁屁屁用水洗。我们现在要走路去家里附近的购物中心，因为这位小朋友需要买衣服，下礼拜开始要变冷了，然后他现在没有几件长袖的衣服，所以需要去帮他购入几件长袖的衣服。哇，这个长长的队伍，大家好像都是在排新的 iPhone 16。你的新衣服，完全毫不在乎。我现在要来切我刚刚在超市买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欧包，这个欧包很好吃哎，是它是 cranberry and pecan。嫩婴在睡午觉，爸爸也去睡午觉了。其实我也蛮想睡午觉，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很早醒来，在思考照顾小孩这件事情，就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觉得生了小孩之后，人生的 priority 就是会有蛮不一样的想法。就想到说我休完孕假，许南休完孕假之后，他去托婴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安排工作的 routine 啊，接送他，然后想着想着呢，我就睡不着了。这面包超硬的，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里面有 cranberry， 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核桃仁，切了一小块来吃一口好吗？这个真的好香哦，里面有一些核桃仁啊，跟那个蔓越莓干，就是会让它变得更好吃。一大早在那边讨论一些人生，好没有意义哦，好浪费，好浪费体力的事情哦。讨论完之后还是没有结论。切成这样一小片一小片的，然后就把它冰到冷冻库，这样它就可以吃的比较久。这个应该够大。这样我现在就是睡不着，没有办法睡午觉，决定
来做一个我之前看到一直很想做的东西，叫做花生拿铁。挖一匙花生酱，那就是等一下，两匙。就是要稍微把它涂在杯缘。刚刚可能说融在一起。没有什么惊艳的感觉，就是你喝拿铁喝一喝，然后会有一坨花生酱跑出来，于是花生酱是花生酱，咖啡还是咖啡的那种感觉。我刚刚就是在整理他的衣柜，这礼拜开始就是要变凉，就是已经要换季，要进入秋天了，把他的一些短袖的衣服整理出来，然后把他的衣柜换成长袖的衣服。这是他第一批淘汰的衣服，其实还蛮多件他都还是可以穿的，就比如说像这件彩虹衣他现在应该都还穿得下，或者是这件我觉得好可惜哦，那时候买还不便宜，10磅之类的。然后这些衣服我现在也有点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上个月去西班牙玩的时候有买了几件衣服给他，就超级可爱的长袖的连体衣，就是真的超级可爱，就它有蕾丝边。记得他那时候买回来的时候，我稍微比了一下，就是还完全还太大。然后刚刚我把它收拾出来，就是在他身上比了一下之后，发现这件就是他现在再不穿，可能下个月就穿不到了。小胖真的长好快，做工很精致，衣服的 material 又很好的，真的是只有阿嬷或是姨姨们才会愿意花这个钱买这个衣服。Night and day, it rained the whole day. Till on Sunday, I'm waiting for a shining day. Might be singing, might be murmur, might be love letters. Even if the rain might meet me with you. Night and day, it rained the whole day. Till on Sunday, I'm waiting for a shining day. Trying to tune radio channel, eating up the sweetest.扣子怎么那么多啊？谁发明这种扣子这么多的衣服？万一有那种扣婴儿衣服扣子比赛，我们一定输了。跟大家推荐这款婴儿洗衣精，因为它洗起来就是会有那种婴儿的奶香味。大家有在追求婴儿奶香味的话，这个牌子我很推荐。然后它还有同系列的那个婴儿软巾，是芭比还是茄子？芭比还是茄子？茄子在哪里？花瓶在哪里？跟谁呀？你看我，不要跟茄子。这个是蛋糕，又是斑马小朋友。这个是气球，狮子。你好，我讲故事哦。茄子。今天是礼拜六，然后今天天气外面超好，所以我们打算就是带小嫩鹰去比较远一点的公园。看小嫩鹰已经就定位睡着了。然后呢，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小朋友出门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就我们其实只是要去家里附近车程大概15分钟左右的公园，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要去很久，我们可能想说顶多去个一两个小时就好。为了这一两个小时，我们需要带一大堆东西。这一袋呢是装他的尿布，怕他在外面饿，所以还要带一套奶瓶跟奶奶跟热水，为了要加热奶的。这个呢是他的背巾，因为他最近有时候会不喜欢在里面。真的觉得伺候一个新生儿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到公园了，我们到一个
不是我们要去的公园。这个小朋友呢，从刚刚上公车就狂哭，那个成语叫什么？泣不成声。正好逼着我们中途下车，没错。然后就遇到一个公园。然后好吧，那就还是要达成一下今天的目的。妮妮好棒哟，成功了。这位卖女孩的小火柴，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失败的出门，我们决定等他冷静，就要回家了。回不了家了。现在甚至连回家都有困难。爸比带你回家好不好呀？都不出门了好不好呀？足不出户。都不要吵他睡觉，他要睡觉了。哎，累烦了。这位爸爸在累什么？我跟他共感。再来尝试吧。从早上看到现在的第七集 Rings of Power， 究竟这一次可以看多久呢？基本上有小孩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一次把一集影集或一部电影一次看完。例如现在打开了第七集之后，那已经就醒了呢。好，发展他们的线。今天下午抽空烤了一批 bagel 的尺寸非常的不均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平均，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很巨大。不过这一次的颜色很赞。今天要去吃的晚餐，某个在社区摆餐车的烤肉。它在哪？它有时候在下面，有时候在上面。运气真好。不知道哎、欸，应该要在上面。为什么没有？餐车嘞？不可能吧？平常都对他没什么兴趣，他突然，他可能想说也没什么人，他就直接索性不开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啊？你帮我决定啊！我跟你讲 ，Popeyes 总共有20块鸡，肯德基总共有22块，但肯德基比较便宜耶。慢 ，Popeyes 会不会后悔啊？怕分秒必争，因为点名先问了，所以我要先吃。这是个薯条，哈哈哈！啊，我忘了倒。尝试今天第四次尝试看一直没有看完的第七集的力量之戒，不可能再被打扰了吧。还有几分钟啊，42分钟。今天有朋友来看望我们，赖姨赖姨送了嫩一些礼物，好可爱哦。耶！超级耶！你终于，他终于获得他自己的 Sophie， 因为我买了两只给我朋友、okay. 然后他一直问我什么时候要就是买 Sophie 给。有了耶！你有 Sophie 了。这衣服好像有点小大。不会不会，我跟你讲，这买大是对的。好的好的。天哪，还有一个超可爱的。戴起来，现在马上戴起来。可以吗？可以啊。是要先把它剪一下那个。你不要帮我亲我吗？你那边在睡觉。好可爱啊！他看起来有点好 OK， 好，没事没事没事，很有力很有力。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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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还是你比个那个爱心，比个六，他比个六，他像比个六，一个六的概念。他还比过中指。呀，现在刚睡完早上的一个小觉，然后距离他下一次吃饭应该还有个大概半个多小时，所以我想说把他挖起来让他玩一下。Eden， 你在笑呀？啊哒，对，嘿。
那都会吓到。这是什么表情？小松鼠。挑战第一次带小朋友出门，我们之前都会等爸比下班之后再一起出门，但因为像英国日照时间开始变短了，然后也开始变冷了，所以如果等他下班再带小朋友出门的话，通常都已经没什么阳光，然后又很冷，所以我想说开始练习挑战自己带他出门。这个小朋友从出门就一直东张西望，玩他的游戏店，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洋芋片的牌子。然后他出了这个是新的口味，是某一种 cheese 跟 cranberry 的口味，然后就想象不到。那天就是看到有人说他吃起来咸甜咸甜的，很像蜂蜜洋芋片，就是韩国有一款蜂蜜洋芋片。你在干嘛？你在看彩虹哦。闻起来就是一个 cheese 味。其实 cheese 味比较重，我吃不太到 cranberry 的味道，的确有一点点像那个韩国的那个蜂蜜洋芋片，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如果有在特价的话会想要再买。新人怎么边吃饭边拉屎？怎么边吃饭边拉屎？这是给你的惩罚，你就继续睡午觉，睡到不晓得要喂小孩。